台湾的水果真的不会输给这世界任何一个国家。那今天我想介绍给朋友们在这个山椒跟红萝卜，山椒真的是非常的。台湾的水果真的不会输给这世界任何一个国家。所以最初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。这是红土苹果，这种香蕉吃起来有苹果香。